大家好，我们是新风枫叶 Art Deco。新风枫叶成立于2000年，其中历经由外销市场转到内销市场，再来2010因为全屋装修的风气盛行，我们也成功转型到系统家具的行列。那我们的产品主要有 F4 颗星的系统板，那 F4 颗星系统板面有防水功能，再来也有防虫蛀、螺丝咬合力加的特性。那我们这块板材也都有。获得营建署的绿建材认证。那再来，我们另外一个产品是创新板，创新板也就是木芯板贴合表面贴合美耐皿，那特性上会更轻巧，还有更防水。那第三个产品我们还有防水的发泡板，发泡板表面贴合美耐皿，那达到完全防水，并且防虫蛀，那还有零甲醛的特性。那我们也有耐燃建材。耐燃建材有分为耐燃一级、二级、三级，分别防火时效是20分钟、10分钟跟5分钟，那提供特殊场域的需求。那再来，我要介绍2023年，我们的新产品，也就是 Art Deco 纯净板。Art Deco 的纯净板特性有以下：第一个，我们的素板跟成品皆是甲醛未检出。那再来，我们在第二个特性是 Art Deco 纯净板也符合室内空气管制法的严格要求，那甲醛的溢出量是在 0.08 ppm 以下。那再来，我们这块板还做到了长效型的抗菌抗病毒，那主要是用就是特殊的技术去让它细胞壁跟细胞核就是破坏掉，那进而可以抑制它的生长。那这块板材尤其特别适合在类似医院或是疗养院还有学校等特别注重卫生环境的室内空间，给大家参考。那希望这次的介绍能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Art Deco， 进而得到更多的合作机会。谢谢。